31号适逢人大否决真普选5周年，香港民众再度自发走上街头，打算在中环集结，一路走到中联办抗议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港警陆续进驻中联办，出入口有大型水马围封，警方也在水马范围内架设帐篷和高台，并配有警员驻守。而警方身上也是装备满满，包括头盔和警棍等全挂在腰间随身携带，同时也运进好几箱打包纸箱，很可能是装有像是警示旗以及防爆枪的工具。由于昨天已经有3名立法委员遭到逮捕，不少香港民众认为这是港警和港府的恐吓举动，反而让他们更为愤怒，一定要上街表达诉求。而今天的目标更锁定中联办抗议，但因为警方日前以涉及暴力驳回这次的游行申请，扬言如果民众非法上街将会强势镇压，并以非法集会的罪名加以逮捕致知。